花卉的生意怎么样？发不出去吗？还是说没人订货？没人订货吗？卖不出去。今年的生意是不是跟往年减少了一些吗？哎，说你这不行，现在别人要我，这年代版这些花买的六七十，卖就是卖快八千一包。今天我就拿了两筐。现在这些是要发到哪里去？发到瑞丽。今年的主要这个销量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哎，这个很明显嘛，就是两种，主要是冰，哦，寒冷初一，我下个大雪哇。啊。两个小时，我们在宜良南阳给卖嘛。把大棚全部压了，因为疫情影响吧，我的他花店这些物流也发货比较好。现在的话，这边是已经开始拍卖了，但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在的。他说跟往年比的话还是相差了很大的，往年的话应该是人爆满的这个时候，因为明天就是情人节嘛。你看这个拍卖区的话，它现在都是关在这里的。那只是拍卖当天，然后市场还没有那个复工，如果您要拍卖的话要到现场。它是降价拍卖，出价然后就价高者得的这种拍卖，然后要现场拍卖的。跟买不一样，买你是面对面的交易，它拍卖的话是也是属于一个电子交易的一个形式。这就不是都是受疫情影响吗？花物流这些都发不出去，花的话也是因为这边市场不让卖，很多花都是烂在田间地头的。然后拍卖的这边的话就是。因为复工的话是十号才复工的。现在的话还是有零零散散的人过来买花，但是因为市场都关了，其实都买不到。平时是不是人很多这里啊？就是你们是过来买花的吗？今天，是不是因为明天情人节？是的吧。那你们现在找到买花的地方了吗？